夏天计划旅游，眼看到深秋，睡着睡着又错过双休，仿佛这个世界只剩工作的 SOHO， 但是理想飞越到星球，抬头望摩天大厦一层一层，我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攀登，多想下一站地铁开往成功，再穿过人群，拥挤的城市有些寒冷，一闪一闪红绿灯，感谢有陌生人陪着我做梦。你想啊，女孩子要是秘密被别人知道了，她肯定会不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的秘密也给他们看啊，为什么他们的秘密就不能给我看？苗苗，以后你的秘密也不能随便给别人看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秘密不能给人看啊？因为是秘密啊！你想，你随便把秘密给别人看，又随便去看别人的秘密，老师就会批评你。你明白吗？原来是小流氓啊！别乱说。谁家小孩？老谢。阿姨，为什么秘密就不能给人看？因为是秘密嘛，我们要学会保守秘密，对不对？小谢啊，这个秘密啊，不能多看，看一次就会生一个小妹妹。不要，我不要那么多的小妹妹。所以啊，以后就不要看。怎么样，我这算是教育成功了吧？闭嘴吧你。姐姐好。你好，这谁家的孩子？我是我爸爸妈妈家的孩子。嗯，真可爱。哎，这谁的孩子？老谢的。老谢的孩子长得可比老谢好看多了。他老婆是不是长得挺漂亮的？前妻。你这才跟老谢好几天啊，你就提前当妈了？哎呀，我就帮忙照顾一两天。你真的就这么认定老谢了？嗯。我可提醒你一句啊，孩子可是个大麻烦。不过这个孩子看着还行。那当然，苗苗很乖的。姐姐们批评了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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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谁放屁了？你们批评了，你们就放屁了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你们批评了，你们批评了，姐姐们。三角花，你们批评了。三角花，过来。姐姐们批评了，姐姐们批评了，姐姐们批评了，姐姐们批评了。娘娘别闹了。赶上这么大一熊孩子，你中大奖了。好好做点心理准备吧。苗苗，苗苗洗澡啦！苗苗，跑哪去了？喂，苗苗，你赶紧别玩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苗苗，你这句话我给你爸爸打电话。老谢的孩子啊？嗯。老谢呢？去天津了。他妈呢？
也出差了，恭喜你啊！你现在已经沦落成保姆了。我现在不是保姆，我荣升成月嫂啦。啊！苗苗，好了好了，别玩了，来洗澡去。我要苗苗，别叫我来了，来洗澡去。闭嘴，跪下！呀，你干嘛这么凶呀？你吓着孩子了？ 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保持微笑，在家里要多点正能量，给孩子一个好环境。哎，一般家里不都这样吗？妈妈唱红脸，爸爸唱白脸的。别乱说。我不要这个爸爸，小花阿姨，我要我自己的爸爸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走走走，洗澡去啊。好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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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不是。哎，苗苗，你松口，你松口。苗苗怎么能咬人呢？放口。 知道疼了吗？苗苗，知道疼了以后别咬人。那你不能打孩子呀！你知道虐待儿童。我虐待儿童，他再咬深一点，我就该打疫苗了。打疫苗是吧？我再给你咬一口不就行了吗？小花，你有病吧？才有病呢！又不是你孩子，又不是流量孩子，你俩吵什么呀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开了开关，你给关了。没办法，开关失灵了。喂，小花啊，你能不能让他别哭了？ 让他哭吧，也许哭累了就睡着了呢。他哭累了，我就神经失常了。小花，你跟孩子搬出去住吧。有你们这么做朋友的吗？啊！朋友也得睡觉吧。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你猪啊！哎，大美，你不是有安眠药吗？要不给他喂白片得了。疯了吧你！你干脆拿一瓶来，我们三个人吃了得了。你不想活，你一个人升天啊？ 我和大美的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呢，就给你10分钟，让她别哭了。我哪有这本事呀？我没这本事就别把孩子带回家，烦死了你！你们，哎，苗苗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 叔叔带你出去玩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？你别忘了我什么专业的，幼儿教育心理学。哦，天哪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我这个男保姆可是按小时收费的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我带他出去玩吧。哎呀，走了。 好啊！哎哎哎！天哪！这谁家的孩子？怎么这么流氓？你的小秘密是蓝色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谢苗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许看人家的小秘密，你忘了？还小秘密呢，就是一小流氓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苗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胡闹，你马上给我回家，哪儿都别去，听到没有？不许哭，你哭，你再哭我就把你一个人留这儿。 喂，尤亮，你们玩的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人呢？怎么才叫了你半天就不见了？他非要吃冰激凌，我刚买完他就不见了。你别解释了，现在去哪找人呢？我已经跟物业说了，他们现在在帮忙找呢。不见多久了？不到一个小时吧。那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？那我不是一直在找吗？我以为他就在附近玩呢。我就不该把孩子交给你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去哪儿？ 报案！现在还没到24小时呢。当24小时就来不及了。喂，副馆怎么了？你忘了，家人有约呀。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？温泉私会呀。今天不去了，改天吧。不是，我什么都订好了，你不行早说呀。孩子不见了。什么？谁的孩子？老谢的。 他孩子不见了，爹妈都不管呢，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？我这儿现在乱着呢，你就别再添乱了，好吗？喂，喂。
我电话呀？我话都没说完呢。不是你到底想干嘛，吴果？你今天别……孩子不见了多长时间？一个多小时了，到处找没找着。那怎么现在才来报警？不是不签24小时才能立案吗？你们是怎么做家长的？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？现在儿童失踪可以第一时间报警，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启动快速查找机制。登记一下吧，说明一下情况。姓名？谢苗。出生年月？出生年月？你们不是孩子家长吗？我是孩子爸爸的女朋友。你呢？我是孩子爸爸的女朋友的朋友。这都什么人物关系啊？啊，孩子都不见了，还不赶快通知家长啊！你们，老谢，具体情况已经都跟警察说了，他们已经通知了派出所、治安还有巡警、交警，24小时会监察路面状况。警察说要一个失踪儿童的父母 DNA 血液采样，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丁文琴啊？娘们不会丢的，绝对不会。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嘛？找人去。小花，老谢了。在公安局处理一些细节。那公安局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真要是孩子出什么事儿，老谢跟你绝对玩完了。苗苗不会出事的。现在拐卖孩子的案件到处都是。张红，你能不能不要火上浇油啊？也不是没可能啊，咱们总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油亮呢？还在中控室看监控录像呢，来来回回看好几遍了。油亮也真是粗心，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啊？怪我，我就不该把孩子交给他。你去哪儿啊？找苗苗。苗苗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？苗苗，哦，谢谢了。苗苗，苗苗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去那边找找。那边找过了。再找一遍。苗苗，苗苗不会出事的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有看好他。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我就不该把孩子交给你们。你赶紧去找啊。好好。苗苗，谢一光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啊，孩子都丢了，你们俩还在这谈情说爱？苗苗呢？你把苗苗还给我，你把苗苗还给我啊！你冷静一下，我们俩都去找了，现在公安也在帮着找，应该能找到的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孩子，我干嘛去？不是，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，你去找也没地儿找了。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找也是白找。你放开我！我该怎么办啊？谢一广。会把孩子交给你，就你这样当爸的吗？啊，你根本就当不了爸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儿子6岁了，我带了6年，没有受过一点伤，给你不到2天，你就把他给我弄丢了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，谢一光。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真找不到了，我连你带你这小青儿，我就一把火把他们全烧了。谢一光，就2天你就把孩子给我弄丢了，我是人，你还给我。
喂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苗苗找着了。苗苗在哪找到的？不知道怎么着，他昨天晚上在小卖部的仓库睡了一晚上，早上别人取货的时候发现的。苗苗，苗苗，你没事吧？睡着了。苗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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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苗苗，妈妈可找到你了，苗苗，你吓死妈妈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，苗苗？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你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妈妈对不起你，宝贝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苗苗，爸爸也在呢啊，爸爸也不离开你啊，来，爸爸抱抱，爸，来，爸爸抱抱。爸爸，你以后能不能不把我给别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给了，咱谁都不给了啊！乖乖乖，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。嗯，苗苗，你肚子饿不饿呀？啊，妈妈回家给你做饭吃啊。苗苗，你想不想妈妈呀？你现在都成别人了。你现在还有心思挑拨离间呀？走了招呼都不打一个，把人孩子弄丢了，怎么着还想谢谢我们呀？好了，反正孩子已经找到了，你可以松口气了，以后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好歹也找了一晚上了。好了，我去店里了，你回去休息休息吧。老谢他老婆不是带着孩子在美国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不知道。那他过几天会回去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最好跟老谢问清楚，他要是过几天回去，你这还算简单；他要是回来扎根啊，以后你跟老谢就复杂了。能有多复杂？他们都离婚了。怎么脑细胞这么短缺啊？他干嘛平白无故的把孩子扔给你跟老谢？还不是想把孩子当枪使，诚心想给你们制造点障碍。你自己也看到了，孩子刚一上手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以后还不得天翻地覆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他要真这么想，他这当妈的也太不合格了吧？他再不合格，他也是孩子的亲妈，你算什么啊？你想想，一旦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这个小女朋友不就立马不存在了吗？我可提醒你啊，老谢这个老婆心眼可多了，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就等着被蹂躏吧。怎么说的好像我破坏他们家庭了似的？以他老婆的角度来说，正是如此。他会这么想吗？那他早干嘛去了呀？为什么要跟老谢离婚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得自己问他去啊。大美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我特担心。哎，你说这以后咱们的孩子也这么逃，可怎么办啊？想要孩子你自己生吧。我一个人怎么生啊？你不是雌雄同体吗？哎，小花，你真要给人家当后妈呀？这孩子太吓人了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想什么想，太复杂了，想不过来。也是，对于你的思维能力来说啊，确实有点复杂。谢苗，我很严肃地跟你说，大人找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躲起来了？我讨厌他们，他们对我不好，对
谢一光，我可告诉你，找什么人是你的自由，可你找的人要是敢对我们苗苗不好，我可不同意。就你现在找的那姑娘，不就岁数小点吗？她做事根本就不过脑子，我估计她也没脑子，白找人带一套。哎呀，丁姐，你当着孩子面说这合适吗？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你们早晚得生活在一起，想躲也躲不开。宝贝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小花阿姨挺蠢的？哎，有你这么问孩子的吗？小花阿姨，我看到门没锁，我就进来了。啊，我是给苗苗送书包来的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花儿。跟你们家老谢生气了吧？没有。对不起啊，小花，都怪我太不小心了。都道歉无数次。那你准备怎么补偿我呀？要不你帮我一个忙吧，你不是学儿童心理学的吗？帮我开一个有关于儿童教育的书单。你还打算考个证当职业后妈？对啊。我要理论指导实践，在战斗中成长。真是个勇士。我知道。你把店看好了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哪？找吴果儿，他又不接我电话。你还没跟他解释清楚呢。我都联系不到他，我怎么解释啊？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女孩需要宠，你好好哄哄她。那谁宠我啊？哎呦，你不是有张红吗？红，红红。吴光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看我，你等着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让你等着。哟，吴秀色，不想跟你说话。人家孩子找不着了，总是个大事吧？现在找着了吗？没找着，我能来找你啊？尤亮，我发现你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，你给我打一个电话有那么难吗？害我一个人独守空房，白等你一晚上。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你不接啊？才打两个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那你要我打几个？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字。两个人的感情是能用数字衡量的吗？尤亮，我要的是真心，你要是真的关心我，打多少个你也不会嫌多的。行，喜欢打电话是吧？那行，我现在给你打，打几个电话你才高兴，打几个电话你才满意。吴果，你讲讲道理行不行？你什么事儿都不跟我商量，然后就给我下红色文件，我不想执行也得执行，我执行不了你就生气，你一生气就躲起来，你一生气就不接电话。吴果，咱不是小孩儿，咱能不能不玩这些小孩游戏啊？你玩不起，你走啊！你还来找我干嘛？你欺负我！我哪敢欺负您啊！你就是在欺负我。啊，怎么想都行，麻烦让一让。尤亮，干嘛？尤亮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一生气就特性感，你一生气我就心花怒放，小鹿乱撞。你人格也太扭曲了吧！我不扭曲，我能看上你呀？你那么拧巴。你别生气了，尤亮。我以后讲道理还不行吗？我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先跟你商量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啊，尤亮，咱俩私会去吧。我能说不吗？当然不行。你这是商量吗？我这是在强迫你呀，看不出来吗？我能反抗吗？
不能。当妈，感觉不错吗？挺辛苦的。你差点把孩子给弄丢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真把你自己当后妈了？你是来跟我吵架的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吵架呢？我是来感谢你的，谢谢你帮我照顾老谢，帮我照顾苗苗，更要感谢你让我重新看到了老谢跟苗苗的父子情深。我们家苗苗生下来6斤多，圆头圆脑的，特别可爱。老谢抱着就不撒手。后来，我们之间出了点问题，苗苗跟他爸爸也分开了一段时间。我现在发现，让苗苗跟他爸爸分开，彻头彻尾就是个错误。哪有爸爸不疼孩子的呢？哪有孩子不想要爸爸的呢？所以为了苗苗，我决定跟老谢重新开始。老谢那边我正在争取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离我们家远点，离老谢离孩子都远点。你想怎么样你去跟谢以光说，只要他同意了我不会有问题啊。我已经跟他商量完了，我就是来通知你一下。他要是同意了，你让他自己来跟我说。等着吧，他会来的。哦，对了，给你带了点礼物。姑娘，做女人呢，要学会保养自己。我用不着，你拿去用吧。你这个岁数更需要保养。不用了，你看上去比我岁数先老。请给我10分钟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。之前你总是问我这个疤怎么来的，割腕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这听上去很蠢是不是？我们家在郊区，都是菜农，从我们家到天安门坐车要4个多小时。我一心想考大学离开那个地方，但是我实在等不及了，高中还没毕业，我就一个人跑到了城里。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和我一样心高气傲，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的。那时候我们年轻，觉得只要努力生活就可以变得很好，可是最后还是给生活骗了。她扔下了我，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跑了，就因为我那个朋友有一辆车，一辆夏利。就因为那么一辆破车，他跟我分手了，还留了这个疤给我。每次我看到这个疤，我就会想，我以后一定要开最好的车，一定要开这个世界上最贵的车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什么办法。你是不是跟每个女孩都说过这个故事？对不起，我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儿，你信吗？不信。等等，63天，杨大美，咱们已经有63天没有见面了。我以前也谈过不少恋爱，可是分手不超过1个礼拜。我连对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，可是你，我连你的电话号码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都能背下来。我只要闭上眼睛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
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都必须告诉你，梁大梅，我忘不了你。不管我和别的女人怎么样，我认真的只有你一个。老二，你来了，你是来通知我的吗？啊，我明白，你想跟丁文晴重新开始吗？不用跟我解释太多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来找过你是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他这种人只想着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他如果再找你的话，不管跟你说什么，你就当完全没听见，啊！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明确的告诉你，我跟他彻底结束了 ，over 了，翻篇了。我是想跟你好好的相处。是，苗苗丢了我，特着急，所以可能情绪不好，对你态度也差。我专门来向你道歉的。你才知道你态度不好啊！好，那为了表达我的诚意，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道歉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隆重。这还不算隆重呢，再告诉你好消息，张君玉给我介绍一朋友，一大款，啊，说对我那会所特感兴趣，估计这两天就能把合同签了。真的？嗯，你想啊。只要一签合同，装修嘛，顶多三个月，到时候会所就能开张了。太好了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四十岁开始也不晚嘛，这下信我了吧？嗯，借你吉言，多谢。我确实得好好宰你一顿，吃什么好呢？你不许心疼钱啊！绝不心疼，随便点，随便点，随便打包。走。拿。哇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卤煮啊？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眼睛白长了。可是还少一样呢。那，齐了。呀，你想干嘛？小哥，我们要不要去外面约会一下呀？你够了。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？那你可得控制好我，别让我吃太饱。有一句话叫做“吃饱了，脑缺氧哦”。缺你个大头鬼啊！有亮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够喜欢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，你要多长时间，我就给你多长时间。可能会很久啊。一辈子够不够啊？干杯！嚯！哎，服务员，再来两支啤酒。好的。再，你干嘛呀？快喝呀！干杯，干杯，快！谢谢。哎，谢。哎，这可是你请我的啊，这不能算我说话不算数。不算，今天破例我批准了，来，来啊、今天好事成双，我们要庆祝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庆祝你事业扬帆起航了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另外一件呢？昨天丁文晴来找过我之后，我还以为我被判死刑了呢，没想到是无罪释放。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呢？婉儿，我决定跟你在一块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改呢？我懂，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，老谢，你太让我感动了。打住！怎么越听越像琼瑶剧的台词？
虽然说法不一样，但是我理解的还是没错嘛，对吧？没错。来，为了天荒地老。嗯。你说呀，海枯石烂。海枯石烂。干杯！干杯。小提琴声音真好听哈。嗯，如果说钢琴是乐器之王的话，那小提琴就是王后。嗯，你不会也会拉吧？真的？你去哪了呀？见个朋友。是新欢还是旧爱啊？不是新欢也不是旧爱，你满意了吗？那梁小姐，你觉得我这位新欢怎么样？你下药了，张红，赶紧去冰箱拿个冰袋给他降降温。他脑子坏成这样，放进冰箱都没有用。那就把他塞洗衣机里，给他洗洗脑。这个可以有，咱们家洗衣机清洗能力非常的强劲。这男人有才艺，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会拉小提琴的男人，简直就是男人中的极品。两天不见，就又找新欢了 ？No No No， 不是新欢，是一个旧爱，姓谢，名易光。你那个老谢带你去拉小提琴了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老谢他简直就是一座火山，沉默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而滚烫的心。正好，你还是把他塞冰箱里，冷静冷静吧。好，我才不要冷静呢。我要燃烧，我就是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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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这拉小提琴的男人这么有魅力吗？有病！明天我就找老谢学小提琴去。老谢真的太可爱了，你说他18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？要是我在他结婚前遇到他就好了。大姐，他结�婚那会儿你才13岁，你们俩遇上就犯法了。为了他，我不在乎。不是你犯法，是他犯法，跟未成年少女谈恋爱是猥亵，知道吗？
未成年少女，我都30了，大姐，开什么玩笑呀？朱花花，有人说你妈未成年少女。干嘛呀？我这么快乐，你怎么还叹气呢？我要是像你一样没心没肺就好了。怎么了？谁啊？又恋爱啦？罗伟康。阑珊的花，燃烧的落下，不必再多话，美梦会崩塌。时间如沙，放肆的喧哗，沉默的表达，已难再变真假。背对整座城的繁华，就连拥抱也会害怕。谁和谁上演的戏码，不想参透的情话。如果所有爱的解答，只为证明一个永垂不朽的谎话，就算放不下，也咫尺天涯。不值得停留，明知是虚构，却不愿回头，还是不够，情愿去承受，然后再翻涌，最终片甲不留。整座城的繁华，就连拥抱也会害怕。谁和谁上演的戏码，不想参透的情话。如果所有爱的解答，只为证明一个永垂不朽的谎话，就算放不下，也咫尺天涯。所有渴望的、可惜的事，成为风景。所有爱过的、恨过的人，总是泡影。这场时间的预报。站在单子就开始啊。OK。苹果 ，Apple。两个苹果 ，i 两套。大苹果 ，iPad。汽车，咔。火车，火咔。跑车，跑咔。大货车就大货咔。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Day day up。Walk it